你要24小时佩戴，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，它会震动会响。我需要你马上待命，随时出现。哦，高科技，高科技呀！我前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宠物乐园的员工宿舍了。 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边是男生宿舍，这边是女生宿舍。我住在这边，有什么事呢？你可以找我。把东西放进去吧。这就是你的宿舍了。哎，后面收拾快点啊！赶紧随便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还得带你去别的地方转呢。哇，谢谢，去忙吧。太爽了！哎。 到这边来转转。说这位哥，你能不能不要乱进去啊？干嘛呀？这阳光花园，是不是又有阳光又有花？太棒了！我最喜欢晒太阳浴了。你也知道我比较白，晒黑一点才够 man 啊。 对不对？晒太阳这事儿，我觉得你真是想太多了，因为连我一次都没有进去过。连你都没进去过？反正这个地方吧，特别神秘。院长呢是从来不让别人随便进，他说我呀太闹腾，悟性不够，没资格进去。搞那么神秘，我早晚要进去看看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乱来啊！ 咱们这儿最可怕的不是那些猫啊、狗啊、蛇啊的，是院长。蛇蝎美人。这里呢就是我们乐园的美容室。等一下呢要接触的这个人呢，以后你会经常跟他打交道，但是我劝你跟他保持点距离最好。我的小娟娟，你真可爱。 哎呦，我的小鲜肉，你终于来了！哎呦呦呦，你看这衣服多可爱！哎，哎，你这发型哪儿弄的？哎，袁大壮，你给我收敛点，好不容易招来个人，你想把他吓走是吗？你我哪有？人家一直很温柔。哎呦，对了，你好，我叫袁大壮，是这儿的美容造型师，也是国际一流的这个艺术家啊。以后咱们会常见面的，握个小手手。 我家长以后多多指教。这里面的人你最好不要惹，没事也别进去，别说我没警告你啊。什么来头？杀手。我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其实我是杀手中的杀手。哎，别进去！干嘛呀？里边有高压电。比高压电还恐怖。 什么怪咖？怪，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里面这个人呢叫于飞，是我们宠物医院最好的大夫。平时吧又是个冷酷无情的刽子手，而且他还有一个癖好，养了一只非常凶残的隼。隼？玩那么嗨呀、啊？他以为是《神雕侠侣》呢，那他是不是像杨过一样断一只胳膊呀、啊？ 哎，别品了！我跟你说，这种人谁将来嫁给他才倒了血霉，赶紧走！哎，这个是我们动物乐园的中医理疗室。中医？动物还有中医呢？我们这叫设备全面。哟，这还古色古香的呢啊！那当然。 嗨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花儿，这谁啊？哦，这是我们丁院长新招的秦医生艾亮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年轻人，我看你是七经不调，八脉不通啊。啊？我给你免费做个理疗。不用了，高医生，我自己休息。 不能叫医生，得叫大夫。啊！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，把老祖宗留下宝贵的文化全给忘了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那高大夫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，告辞。 来，这边就是我们高端大气的宠物病房。嘿，我的天哪！我刚刚好话说早了，这可比我住的好多了。看来这动物比人啊，这住的要好多了。那当然，这边呢就是我们动物乐园的活动设施。这边呢是药房。 那边是收银台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核磁共振室，有需要的小动物呢会在这里做检查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诊疗室，我们的诊疗室呢跟别的宠物医院都不太一样，是开放式的，可以吧？这真是说着了，本来那传单上写的什么独一无二，全国名列前茅，我还以为是瞎扯呢。现在看吧，还不止这个，如果是中国足球的话，这完全就是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啊！ 接了，哼，这一路还挺逗啊！是啊，你还真蒙对了，擦呀就叫逗。来，豆豆，看一下这人怎么样啊？这一路还能看面相？那当然。哎，他这背着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靠谱，要倒霉。啊？真的？嘿，真的。 你信不信？只要我到时候给他弄点吃的，保管他叫我爷爷，自己做孙子。放屁！放屁！嘿，你个变毛畜生，你还骂我！放屁！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们餐吧，那边是用餐区，这边是咖啡区，这边呢就是会议区。哇，那么高大上呢！我觉得吧，你们这个宠物医院的院长肯定是个富二代。富二代？你说谁呢？就你们那个丁院长啊。 如果不是富二代，哪能造这么大的医院呢？好爱亮，真是亏你想得出来。我们这个医院呀，是一个民间动物保护基金会组织建立的。丁院长呢是聘用制，通过了层层筛选，从上百名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好吗？就他，看着也不像，不是走后门的吧？走不走后门，你以后就会知道了。慢慢让你好好领教。 对了，你那个户口本跟身份证给我一下，干嘛用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宠物乐园有个规定，就是要所有员工的一切信息，这也是对你负责任嘛。有这个就妥了。什么妥了？没什么，别瞎打听。多大了？17岁。 我问他多大了？14个月。体重？好久没给他量过了。那你知道他是公的还是母的吗？我不知道怎么看。你这个主人也真可以呢，这都不知道养什么宠物啊！我平常就是给他洗澡喂食，哪知道还得知道那么多呀？带他拍个片子去。好，你跟我来吧。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不就是看个片子吗？这在我们医学院是最基本的。得了吧你，猪有几根骨头知道吗？我看不用手术，只要用我的黑玉断续膏，马上就能切好。黑玉断续膏，倚天屠龙记呀！好嘛，你们这个医院真的是又学杨过玩鹰，又学张无忌黑玉断续膏，这完全就是金庸群侠传啊！没错。 经过我多方的考证索引，了解到黑玉断续膏的主要成分，再经过我多年的研究、实践，终于研制出来了。而且世界上仅我一家，别地儿没有。真的有效吗？那当然了，像治疗什么骨折、骨裂，那是药到病除。你这瞎扯呢啊！嘿，嘿！于大夫。 我可以帮忙，我是学外科的。你谁啊？啊，我叫艾亮，新来的。艾亮，新来的，那你帮我个忙吧。好，你说。出去。啊？别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往手术室里，这儿闲人不得入内。你那么凶干什么呀？ 发嗲，我觉得呀，小明吧，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不过他太容易骚扰，不适合。花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小明，我的妈呀，看他那样。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点别的。哎，你说咱们这丁院长要照这趋势发展下去，不得成黄金圣斗士啊？哎，你说那于医生也是啊，一点情况都没有，脾气还是那样，又臭又差。 还有他那死对头老高啊，每天把自己关到房间里面练仙丹，哇塞，都要成神经病了。我也是服气他了。哎呀，倒是我，你说我的婚事什么时候才能有个眉目啊？眼看人家就要到了人老珠黄的年纪了，可是什么情况都没有。哎，你说新来那小子艾亮怎么样？他？ 不适合你，不适合你，一点都不适合你，什么玩意儿？老牛吃嫩草，老牛吃嫩草怎么了？我不就比他大点吗？女大三抱金砖，你知不知道呀？啊！再说了，他一看就没有什么恋爱经验，姐一出手，绝对手到擒来，嗡中中嗡。华姐，你平常是这样教育我们的：工作的时候不可以开小差。 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谁啊？李花，在这儿上班吧？李花，花姐啊，花姐有人找。妈妈，丫丫。妈妈。 你们怎么来了？花姐，花姐，怎么回事？等会儿到我办公室来吧。这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！想不到我堂堂硕士毕业生，现在要沦落到给狗洗澡。我不也一样？堂堂一个国际造型师，不也是无用武之地吗？哎，错了错了。 那个是我的沐浴露，旁边那个才是狗狗的。对，狗狗要有专门的沐浴液，我们统称为香波。在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沐浴露，这样才能保证它的毛发的光泽亮丽。不是都一样吗？分那么清楚？一样你个头，那能一样吗？那狗狗的毛发 pH 值是中性的，我们人呢是弱酸性的。狗狗的皮肤表层呢只有3到5层。 要比人薄得多。如果狗狗用人的沐浴露洗了，会降低它的免疫力，会得皮肤病的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来，你赶紧先把我这个模特犬给我洗吧。这么脏？哎呀，这得洗到什么时候？要不大壮，你把它毛剃了还省水。省你个头！那毛要剃了，我还用你洗吗？哎呀，你呀就是眼拙，什么都不懂。你赶紧的，先给它抱上来，给它洗了。 然后你再给它这个用呵护系列的香波上完之后，再给它做一个马杀鸡啊！对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知道不知道给狗狗洗澡用38度的水温，你用凉水洗，你想冻死它呀？我哪知道？那你还不赶紧拜我为师？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？我堂堂医学院硕士，我为什么要拜你这个洗剪吹为师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洗剪吹？我可是堂堂国际知名造型师。我告诉你，我得到过宠物行业的高级资格认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所以呢？所以你就赶紧给狗洗澡。知道了，洗洗洗。 这是我们医院丁院长。哦，我听李花说过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院长，这是我父亲。您好。嗯，丫丫，我女儿，寄养在老家。丫丫，之前我不顾我父母反对，跟我男朋友结婚，生下了丫丫。但是不久，他就出轨了。我提出了离婚，因为是我提出来的。 他就把我跟丫丫赶了出来，我没有办法带着丫丫四处奔波去挣钱，所以就把她寄养在了老家。现在我父亲耳朵也越来越背，年纪也越来越大，我母亲身体一直也不好，需要人照顾，没有办法就把丫丫给送过来了。我。 只是没想到送过来这么快。这是你的私事，我不会干预。那既然来都来了，你就好好陪陪家人吧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不哭。妈妈，你不是告诉丫丫不要轻易流眼泪的吗？ 嗯，妈妈没哭。丁院长，给你添麻烦了吧？我看我就不在这儿待了，我该回去了，家里还有事儿。嗯，爸，既然来了，就多玩几天吧。不玩了，哎，人老了也走不动了。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，家里还有活呢。院长，我可以请半天假。 送我父亲去汽车站吗？不用送，我自己可以走。来都来了，这么大人没事了，叔叔，让花姐送送你吧。那好吧，李花，那你就送我到光照站点吧。好。哎，谢谢院长。不用谢，您慢走。 回去了，自己多注意身体。嗯，我知道，你就不用惦记我们了，好好照顾丫丫，她可是个好孩子。李花，别等了，赶紧再找个好人嫁了。爸，我的事儿您甭操心。 哎呀！哎，想不到我堂堂的大硕士，沦落到给你洗澡啊！你还不听话，嗯，哎呀，哎。哎呀天哪！我说亮亮，你怎么洗着洗着自己成狗了？我原本以为我自己身体挺好的，但是没想到给狗洗澡那么累。哎呦，万里长征啊，你这才走了第一步，你要坚持住。你帮我看看哪款好？你还看这个？ 你买给女朋友的？哎呀，什么呀？人家是给自己买的。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。你得了吧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以为你自己是大明星啊？谁黄晓明？他能有我帅？我告诉你啊，作为咱们80、90后这一代小鲜肉，这是养成的必备良品。哎呦呦呦呦！你看看你这皮肤。 都粗糙成什么样了？哎，要不我也帮你整一套，只要你在今天3点前下单啊，他今天晚上就能到，明天啊，你就可以开始整个美容计划。我不要，大男人老整这个干嘛呀？哎呀，给狗洗澡完成了，给鹰喂食，给猫铲粪。 我原来以为给狗洗澡已经是极限了，想不到还有更奇葩的。亮亮，你工作服，这什么？给猫铲粪的衣服啊？要不你不会想弄到你身上吧？水瓶，花心啊，金牛慢热。豪姐，这小女孩谁啊？ 快叫亮亮叔叔好。亮亮叔叔，你知道我爸爸在哪了吗？你爸爸？啊，这我女儿。你结婚了？又离了。哎，这上面写的“给笋喂食”是什么意思啊？ 这于飞不是在做手术吗？这没空的时候总得有人喂吧。再说了，这笋饿极了，可是会啄人的。我能不能不去啊？你是害怕呢？我跟你说，其实没事儿，那笋吧也不是特别大，展开翅膀也就1米8。哎呦，看你这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跟袁大正一样胆小呢？赶紧去吧，没事啊。 不是花姐，要不你帮我去呗？赶紧去，我这忙着呢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你给我回来。你吧，叫他别的，他肯定不会理你。你得叫他激光，他才有反应。激光，激光，你这笋叫激光？激光。 哦，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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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不叫。哎，怎么样了？手术成功吗？什么叫成功嘛？非常成功。那谢谢啊，把香烛给我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现在要把他抱走吗？我说句难听的，举个例子，假如说你腿断了，做了一个手术治好了，不得在医院里休养一阵吗？哎呀，把他抱走，按我之前的处方输液。嗯 这种内固定对我有技术含量吗？那是，这对于您来说啊，连小菜都算不上一点。哦，对了，新来的那个小帅哥给你的激光喂食去了啊？貌似吓得够呛。我去！激光，激光。 来，激光，吃饭了，激光。你干嘛呢？起来！干什么呢？于大夫，我这不是给激光喂食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给我的笋喂狗粮啊？狗粮也营养丰富啊？丰富个屁呀！丰富啊！那可不嘛。 你喷香水了？我刚才打扫狗舍的时候有点臭，我就喷了一点。你闻到了，香不香？香个屁！你晕了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于大夫，你别吓我！于大夫！哎呦，我看看。 哎呀，从脉象上来看，这人恐怕不行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就是过敏了而已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过敏了？过敏？怎么会突然过敏啊？什么香味？你不知道于飞对香水严重过敏吗？干嘛喷那么重香水啊？我哪知道？花姐，你没告诉他呀？ 不是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保持空气畅通。散了，散了吧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必须开除他！快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不要开！好了，好了。哎，于大夫，这个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这样，我给你配副药，你吃了之后，我保管你掉进香水池子里都没事。高大夫，我宁愿过敏死了，我也不吃你的汤药。狗咬吕洞宾，骂谁是狗？骂谁是狗啊？好好好了好了，于飞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没事没事啊。好。 丁院长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你才上班第一天就闯这么多的祸，你知不知道于飞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？他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担得起吗？我承认，我没把工作做好，但你想想，我是京师医科大学的硕士毕业生，我的手是用来拿手术刀的。你这整天让我洗澡、掏粪、喂食，这我哪能干啊？哦，这还是我的错了。 所以香水也是我让你喷的，这喷香水也是我的一番好意，我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嘛。而且你说这种工作，我好歹也是一个8年的人医吧。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等的动物，我连人都能医，为什么就连动物你都不让我医呢？术业有专攻，你学的是人医和动物医疗不是一个概念。不是，怎么就不是一回事儿了？人不是动物啊。 人比动物复杂100倍、1000倍、1万倍。艾亮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！就凭你刚刚这句话，你根本不懂动物医疗，好吗？行，我也不跟你扯那么多了。我现在就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让我换工作，我不干这个，去做点研究啊、科研什么都行；第二，我立马走人。那好，不送。你没事吧？艾亮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老想着开除人家啊。丫丫，看这是什么？啊，你这哪来的呀？家属送我的，以为我有小孩儿，我又没孩子，你给丫丫玩吗？啊，丫丫，快谢谢一飞叔叔。谢谢一飞叔叔。嗯。我爸爸回来也会给我带玩具的。 哎呀，孩子真可怜！你说谁可怜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丫丫有爸爸。我怎么没见过呀？人呢？马上就有了。哎呀，有时间去树那儿看笋啊，可帅了啊！好啊，好啊。丫丫。 你看照片上这个叔叔啊，求着要跟妈妈结婚，结了婚你就有爸爸啦。妈妈，他是谁呀？花姐，哎呀，亮亮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吓！对不起，亲爱的花姐，美丽的花姐，那个，能把户口本还给我了吗？急什么呀？还有用呢。不是，这漫漫人生路难得结几回，你说这，咱们现在千万别扯到结婚这件事上。我身体也弱，结了婚也只是个摆设，身体也亏，你赶紧还给我呗。妈妈，你说的爸爸就是他吗？花姐，我看你的户口本是要看你的生辰八字跟星座属相跟我相不相符，相符的话呢，我才能跟你继续交往；要是不相符吧，免费送了我都不要。那。 咱俩合吗？你呢是搞怪的水瓶男，我是慢热的摩羯女，咱俩在一起啊，就4个字：有缘无分。哦，太好了！哦，不是，那户口本可以还给我了吗？哎，慢着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帮我值3天夜班。啊！ 这怎么行呢？你这完全就是欺负人吧，花姐！值3天夜班，你开玩笑呢？哦，不同意是吧？欺负人？好吧。不是，这3天，就3天。从哪天开始？今天。行啊。小七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你看看妈妈啊，来。你今天是不是一天没有排尿了？我怎么那么粗心呢？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？ 喂，长安，小七一天没排尿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带我们去趟医院吧。哎呀，我以为什么大事啊！我现在很忙，别拿这些破事烦我。喂，小七别害怕，妈妈带你去医院啊。小七没事，我们到了啊。这边，你好。亮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一丹，我怎么在这儿？说来话长了。小七她怎么了？小七她一天没排尿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什么事？喂，丁院长，我爱亮。现在有个狗狗病了，你马上过来一下吧。 挺着急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亮亮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说起来就太长了。最主要啊，是我觉得我天生就对小动物有一种爱。然后我觉得人医跟兽医也就触类旁通，而且给小动物看病反而赚的更多，所以就来了嘛。原来如大半夜的，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？贾长安呢？哦，他有事。有事儿？这都几点了，他还有事儿？哎呀，行了，别瞎猜了。亮亮，你一定要帮忙，帮我治好小七的病。啊，你放心，这点小事儿绝对没问题。你也知道我上大学时候的手艺嘛。小七乖，叔叔帮你看病呢啊。阿亮，丁院长，哎呦，那个一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宠物乐园的丁院长丁涵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吕一丹，小七的主人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，院长你赶紧给小七看看吧。嗯。 他哪里不舒服？嗯，他一天都没有排尿了，没有排尿。嗯。哎呀，院长，想不到你这么厉害，可以想出这种方法来治疗。 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平时你对人冷冰冰的，对狗你就这么温暖呢？闭嘴！开玩笑。嗯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是尿路阻塞。不过还好没有形成结石，幸亏你带他来的比较早，如果再拖的话，可能就危险了。唉。 那怎么办啊？我先帮小七导尿吧。阿亮，你帮我啊，没问题。你帮小七按摩膀胱。哎，轻轻拿啊。小七啊，就让我好好来招待招待你啊。哎，位置再高一点。轻一点。 别停，快一点！没事啊，小七。小七，快好了啊！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小七好棒哦！真棒！小七，好了。 这个小祸害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，此仇不报非。我小七，嗯，小七没什么大碍，等会儿你可以带回去了。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找我。谢谢丁院长。这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以后多注意就可以了。嗯。啊，他多大了？他1岁了。 长得真可爱，还特别聪明，真像我当年养的那一只啊！你也养过拉布拉多犬啊？对啊，那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怪不得呢，其实小溪挺认生的，但是对您一点都不认生。嗯，哎，累死我了。阿亮，送你老同学吧，我把这儿整理一下。哦，好。姐，你回去了。 回去喽，回去喽，回去喽！哎呀，走啦，小七，谢谢啊，拜拜，拜拜，走，小七，走啦，回家啦。这次还算幸运，要是来晚了，小七就危险了。幸好我及时疏通了他的穴道，尿道。今天你受委屈了，弄得一脸都是。嗨，没事儿，我们这个做宠物医生都习惯了，没事儿。嗯，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我送你啊。不用送，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呢？我得送你啊。真的不用送，我先走了。行吧。走了，小七，走了。 厕所都停，厕所都停。 你怎么站那么高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一见你就来气。人家说乌鸦嘴臭，你这个鹦鹉嘴比它嘴还臭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给我好好的管住你的嘴，要不然我撕烂它，撕烂它！你多大了？跟一只鸟怄气，你幼不幼稚啊？你怎么还不睡啊？花姐呢？今天不是她值班吗？怎么不在啊？嗨，别提她了。为了拿回我的户口本。 我又跟他签订了不平等合约。丫了吧，这个花姐把规定当儿戏。丁院长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个宠物乐园是宠物的天堂，人间的地狱呀。院长有这种感觉就对了，在我们这儿，宠物永远是第一位。不过还要谢谢你，今天小琪情况那么紧急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真的会有危险。这是我的职责，不用谢。不过。 你老同学的诊费，你帮他出了吧？我刚刚算过了，一共365元。啊，这个你还问我拿钱啊？哦，从你工资里扣。哎，